我确定，他不是教主。是，我知道。不用回信，虽然是个冒牌货，但有可利用的价值。真正的教主在哪儿？这个约瑟夫肯定知道。我有个计划，但是需要跟总部的张处长沟通一下。好，好，就这么办。 杨卫忠已经对那个约瑟夫进行了第一轮的审讯，他认为那个约瑟夫并不是教主。那我们该怎么办？杨卫忠的建议是，找一个敌人不熟悉的人，去对付那个约瑟夫。他要找谁？林亚夫。林亚夫？他现在不是……随着案情的发展，林亚夫内奸的嫌疑可以排除了。我和杨卫忠已经同时向上级申请。 结束对他的审查，让他重新开始工作。太好了。 组长，林亚夫向你报道。 就是杨维忠派来审我的人，哼哼，怎么，不像吗？哼哼，你穿着教主的行头，毁坏了地下世界的出口，因为你知道，如果被俘，你就冒充教主拖延我们，来掩护那个真正的教主。嗯，有意思。看来。 杨维忠的手下确实有点人才，分析的不错。你不是教主，你最多是教主牺牲出来的一个小角色。这么快，敢下结论？杨忠审过你，他把你的五脏六腑都看清楚了，所以我没必要在这上面跟你多费口舌。你还有什么牌，尽管打出来，是不是？ 又要替你那传染病毒的事儿了，啊？怎么，你不想知道抗病毒的药在哪里吗？
我不用问你，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可以告诉我。你想干什么？你这罐里是什么东西？这是你们研制出来的传染病毒，是从寒冰和我们几个被感染的战士身上提取的。你要得到解药，你们什么都得不到。剂量大了点，不过症状你是知道的，打进去之后全身无力，紧接着体温持续上升，体表出现溃烂，72小时之内你的生命体征基本消失。你要杀了我？我不想死，我不能这么死。能救你的人只有你自己。抗病毒的药到底在哪里？我说实话，我们没有什么抗病毒的药。你很顽强，为了保护真正的教主，你不惜牺牲自己。我真的死定了。我们根本没有研制什么抗病毒的药。你们站会了吗？是不是还有别的入口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说谎了是不是？哦，对了，叶芝会知道。阿根让他把最后那个出口记录下来，我看见他记下来了。还你！哎，这是什么？我修过来。这个肯定不是你绣的，这个还真不是我绣的。谁绣的？叶芝绣上去的。叶芝绣这个肯定是有特殊的含义。我都说给你们了，教主是不是在里面？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教主，加入这个组织之后，这个人从来没有露过脸，永远是阿根
替他传话。其实根本没有教主这个人，这个所谓的教主其实就是阿根。我说的是真的。来人，把约瑟夫带下去。起来。哎，这里边装的什么？红药水兑的水。组长，这是审讯记录。哦，曹守军，马上找到盖振海，那个手帕上的刺绣一定有玄机，你们要尽快找到洞口，天黑前一定要攻入教主的地下世界，活捉教主。是。等一下，组长，刚才审讯的时候约瑟夫的话提醒了我，乔昌军为什么没有被病毒感染？我明白林亚夫的意思，我跟病毒接触的时间最长，但是我并没有被感染，也许我的血液当中对这种病毒有一种自然的抗体。你是说从你的血液中提取抗体？对，我出发之前找一下专家，让他们抽我的血进行化验分析。你放心，家里交给我，我会让医疗专家全力救治寒冰。组长，万一我要是……什么万一？万一我回不来了，寒冰就托给您了。林亚夫，我再啰嗦一句，对不起，你的妻子是我见过最好的内线。乔将军，你能说这话，我谢谢你。韩冰认为只有我才能击败教主，所以为了转移视线，不得不调换胶卷，让你蒙受了冤枉。在此我向你道歉。现在我明白了，我们等你回来。我走了。乔昌军，啊，我让你活着回来，不许有万一。这是命令，我尽力。你在教主身边的经历我已经写下来，将来族长一定会为你请功。无所谓。乔昌军的审讯还没有结束，也许那个约瑟夫能够交代出海伦的下落。帮我打个电话问一下，你帮我问一下好不好？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啊？约瑟夫跟你说了吗？海伦他在哪儿？你告诉我海伦在哪儿？约瑟夫提供了一个线索，也许能够找到地下世界的入口。什么线索？你身上的刺绣。在梦里也见过您，不过是个噩梦。我告诉你，我们不怕你，不怕你，你只是一个内心阴暗的虫子。杀人如麻的特务，反革命，或者说你是一个魔鬼。来来
来人！来人！来人！有什么事吗？快，洞口是脚步声，肯定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快去看看！快去！崔呀！崔呀！走。这个丘比特绣在这儿，破坏了整个布局，很难看。叶芝绣的，一个外国女人，哪懂得什么中国刺绣？你真是不懂女人。根据刚才你跟我交代的情况，我认为这个女人对你的态度很值得推敲。你几次救过她？而她在你几次露出破绽的时候，并没有向教主揭发你，说明这个女人对你是有感情的。这跟地下室有什么关系啊？绝对有。这个丘比特绣在这儿，破坏了盖振海原有的刺绣。一个爱他的女人不会这么做的，除非他别有用心。什么用心？你把地图拿来。啊？什么地图啊？满洲里地图。啊，满洲里。啊，就这儿。那满洲里地图啊。就是这儿了。这是哪儿？国境现在5公里，这里有个废旧的坑道。我明白了，叶芝是告诉你，这个地方应该是地下世界仅剩的出口了。下午4点，这个时候应该是地下世界里那些人睡觉的时候。下午4点钟睡觉？对，他们的时间比正常时间要少6个小时，所以这个点儿应该是他们的晚上10点钟。那这个时候冲进去正合适啊。1组、2组、3组，一会儿跟我进去。张元杰，你在外边负责外围，记住了，占领制高点啊。走了。
应该还有别的通道吧？两边都有通道。好，你去那边，我去这边。走了，来车。快点，快点，快！不要放过每一个角落，把人都带到大厅去。快点！站住！站住！站住！都别动！带头往那边站，去大厅。快点！别动！走！快点！快点！大厅集合！大厅集合！快点！快点！快点！去大厅集合！快点！快点！快点！大厅，快走！快，快走！走，这边，这边，快呀！走，快走！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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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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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快点！快点！跟上，走走走，后面谁呀？快走，谁呀？后面跟上，走，跟上，快走，走，快走，谁呀？走，我跟上。哈伦，哈伦，是教主了吗？教主，教主，我知道你就藏在这里面，你站出来啊！有种你站出来啊！好，你就继续躲着，为了苟且偷生你就继续躲着，但是我并不着急把你给揪出来，因为你根本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所有的人都听着，你们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教主现在跟你们一样像狗一样蹲在地上不敢站出来，教主，你的尊严呢？胆量呢？怎么现在在这个时候一钱都不值了？好啊，不是我，不是我，你就继续躲着，但是你记着，我乔章君破坏了你摧毁186次专列的计划，但是等待你的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审问，直到你承认自己的身份为止。
站住！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把他的帽子给摘下来，让我们看看他的真面目。就是教主，不，他不是教主，他是海伦。我终于等到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你干什么？别动！阿根，不是要找教主吗？我就是教主，快点扑灭了，快点！别费劲了，扑灭！一团火锁在肚子里面，谁也弄不灭的。1000公斤炸药，谁都活不了！曹长军，我能跟你死在一起，感到很高兴，我很高兴。说，炸药放在哪儿了？说，你认为教主能告诉你吗？是这样，太可笑了，我能告诉你。我被关在控制室里，里面全都是炸药。我不会告诉你。可我不怕。想到你，我就不怕。控制室，曹长军，炸弹在控制室里，快点去控制室，所有人撤离，撤离。等我，快走！你听着，想死没那么容易。像你这样的人，一定得接受人民的审判。走，走，走，走。好，把他给我押回来。张处长，杨荣同志，乔长军的捷报传过来了，教主抓到了吗？被我们活捉了。哦，那我们的人员有伤亡吗？没有伤亡。教主企图炸毁地下世界，
被他们及时制止了。韩冰和那几个被感染的战士情况怎么样？不乐观。哎，对了，约瑟夫交代抑制病毒药物的问题了吗？交代了。通过我对他的审讯，他们并没有研制出抑制病毒的药物。目前看来，乔昌军的血液当中确实有一种抗体能够抑制病毒，现在只有用他的血液才能挽救韩冰和那几个战士。我们刚取回他的血液样本，能够抑制病毒蔓延只有靠他的血液了。崔技术员，这么晚了，你在忙什么？林亚峰同志，您有事儿吗？你在我房间里拿了什么？总理，陈同志，谁给你通知？在我发现我们内部有人利用监听设备盗取情报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你。不过那个时候教主没有被抓住，我们以防万一打草惊蛇，才没有动你。你早就怀疑我。对，我们进剿黑林山庄就是利用你发出去的假情报才稳住了教主的手下。那次你们的教主损失不小吧？你利用我是反间计？真是没想到教主安插的内奸居然是你这么低级别的小人物。是啊，如果我的级别再高一点的话，会做更多更大的事。少废话，把你手上的东西交出来，这是我们同志的鲜血，我不允许你玷污。这拳是替长春打的，带走。组长，组长，乔长军同志回来了。组长，乔昌军同志辛苦了。辛苦了，乔昌军同志。张处长，哎，盖振海同志呢？哦，在医院呢。他的妻子被教主注射了一种药物，在医院里边检查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组里的内奸找到了，是崔洪斌。崔洪斌？对，他想偷走你交给林亚夫的血液样本，被我们发现活捉了。经过医学专家的分析，你的血液里边啊有一种天然的抗体，可以抑制病毒的生长。那通过我的血能够研制出抗病毒的药物吗？按现在的条件是可行的，不过我们那几个危重病人就等不及了。那这样，抽我的血给他们治疗。终于又回到了我的身边，这是真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吗？对，不是在做梦。你让我找得好苦。你还是那么的漂亮，我发誓今后永远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
我会永远陪伴着你，永远。长君，我知道你为祖国的安全要去消灭以教主为首的敌特组织，我也知道你和整个安保小组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但是身为妻子的我不愿看到你有危险，也不愿看到其他同志们有危险，所以我不得已潜伏到教主的身边，为你，为安保小组，为整个祖国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现在以教主为首的敌特组织被消灭了，我也能一直在你的身边了，我还要陪你去祖国的大江南北去看看，陪你去消灭一切对祖国的危险。长君，我爱你。北京见，再见，一路顺风。北京见，北京见，一路顺风。北京见，北京见。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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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火车开走了。将来我们的国家成了工业大国，我们也是有功劳的。后世子孙或许不记得我们，但是他们一定会知道，有一群人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国家的安危，付出了多少热血与生命。本是不期而然，爱却任其发展，生命可留余地让我去期盼，满目萧索的心
夜色会复燃，我贪恋这一丝波澜。我们都求一场圆满，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短暂的交汇，驱散一生的黑暗不褪色，像最亮的光，让遗憾都黯淡。本是不期而然，爱却任其发展，生命可留余地，让我去期盼。满目萧索的心，夜色会复燃，我贪恋这一丝波澜。我们都求一场圆满，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短暂的交汇，驱散一生的黑暗不褪色，像最亮的光，让遗憾都